这参加工作一直搞在医疗战线上，在妇幼保健院保健站。这个姑娘买什么药呢？要做孕检，孕检，早早孕检她，早早孕检，好，考虑她是不是怀孕了。那不得就这18岁。18岁啊？他没结婚吗？没有。你想要还是不想要？我不要。他想要吗？你问问他。协议二股，人家协议二股，协议二股，没有，不想要，不想要，不可以，有炎症，有炎症，盆腔炎呢？这么小，盆腔炎啊？盆腔炎。哎呦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前面来的时候就，不懂。我跟他说了，就是你离家来的时候，离家来的时候不能跟人同居。前面他还不知道。他离家来也同居吗？同居，哎呀，这样的梦名都不懂。啊，对，我很同情我的藏区的女人。劳动力是他最劳动力是他是家庭里面是。劳动力它是最重的一个，对吧？劳动干啥都是做饭、洗衣服，哎，干什么都是他的。那他，哎呀，拉孩子都是他的。所以我很同情他。你觉得最苦的是这些？最苦的是这些女人。那男人干嘛去了？男人在大干嘛？他外面找点钱啊，或者是家里面干点那个别的事啊，是打劈柴啊，是。这些大事情他们在男人做，小事都是在家里。女人反正比较的苦，啊，农村的。女人其实很苦了，已经。啊，很苦了，我觉得很苦。我也是一个女人，一位母亲。我经历过生养孩子的苦痛与艰辛，所以更能体悟这些妇女们正经历着的这份折磨。当我凝视他们善良的面孔时，我的心不禁生出无尽的悲哀与忧患。我不敢，也无法想象他们的未来。